你好，尊敬的卢军宏师傅，尊敬的观世音菩萨，我想看一下自己89年的属蛇，想看一下有没有灵性图腾颜色，还想因为这次想回去找一份工作，稳定的工作，这样就能经常和台长到处开法会。小姑娘是这样的啊，我现在看你这条蛇呢，是一条青蛇，颜色是青的。这条蛇呢游得很快，说明你这个小孩子啊脑子特别快。从你刚才讲话当中就知道你很会用心。台长告诉你，你这个小姑娘的毛病是什么呢？你曾经有过工作。对，我现在有工作。你为什么想换，知道吗？因为你跟人际关系不是太好，对不对呀？对的，对的。因为办公室都是女生，然后对，办公室都是女生，她们的，你说别人气量小，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气量也很小，对不对呀？对。我希望你多念念解节咒。你冲着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念解节咒，解节咒很短，你只要说化解冤结，我某某某和某某某化解冤结，你念，天天继续念，时间长了，你看看他们那些人会不会对你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台长给你看了，你要找个工作，回去是在8月份的时候才能换，所以我希望你在5月份的时候才开始动，因为你一动，你们办公室的人、office 的人全知道了，所以你不一定还走得掉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没问题的，8月份你可以换到工作了。好了，那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你属蛇的是吧？你现在没有什么灵性，就是你的房间里啊。你的房间呐、啊，睡房啊，家里的睡房啊比较小啊，睡房比较窄啊。你在进睡房的左手边呐、啊，最好不要贴什么东西，明白了吗？明白吗？明白。把它拉下来，把它撕下来就可以了。好了。能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吗？佛台很好，有菩萨来过了。都是晚上来的，说明你平时都是晚上烧香，对不对呀、妈妈晚上都烧香。能问一位亡人吗？好，你说吧，不能问这么多的啊。讲吧。2006年去世的，姓刘，营地，欢迎的迎，女字边旁加一个弟弟的弟。刘营地是吧？对的。女的是吧？是几的，几年去世的？2006年，是你们家的谁啊？外婆。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你外婆的样子是头发白的，花白的，完全往后披的，对对眼睛很大。对对对。我告诉你，她很好，她现在在天上，是被你小房子抄上去的。谢谢台长。好啦，换一个。